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线上人物专访。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彩怡。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马六甲市区的国会议员邱培通同志。大家马拉盖兄弟姊妹、安哥安弟，大家阿弥好。好，先让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邱培通同志将全程用福建话来和我对谈。可是呢，我呢是个福建话小白，我最听得懂的就是爱别嫁矮牙，对不对？爱别嫁矮牙。所以呢，但是为了我们马六甲的人民，我们能更一步的了解一下我们马六甲州选的状况，我也算是豁出去了。OK， 好，那先让我们的观众，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OK， 你们先把我们的 Facebook Live share 出去 ，OK， 安弟安客们把你们的Facebook 这个 Live 把 share 给你们的三姑六婆姨妈姑姐，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双十一直播、啊、看我们就对了 ，OK， 因为我们不会让你心痛，我们不会叫你下单买买买 ，OK， 我们是叫你怎样做好 SOP， 怎样出来投票，怎样让一个有一个更开明、更有未来的一个政府 ，OK， 所以记得快点 share 出去，好没有？好，来，我们回来我们的话题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邱培栋同志呢，除了是我们马六甲市区的国会议员，他也是这次我们马六甲州选的选举的主席。这摆因为这个选举啊，我人是州的选举，国会无选，所以呢，党呢就委任我做这摆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总策划。对，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培栋同志，那之前你有担任过我们的选委的这个总策划吗？是第一次当吗？可以说是第一次啦，因为之前我是跟国秋两个人，我顶一届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跟国秋两个人联军啊，来拍这个一阵是拍这个国八州啊。这摆咧，因为国秋伊去到这个文办第一危险的选区。所以咧，就予我来帮忙看，帮忙这八区拍爱赢这八地方，呀、yeah。嗯，好的，明白。那基本上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因为之前呢，我们的培栋的同志就是和郑国球同志一起合并了，是吗？我们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但这次呢，我们的周选，我们的郑国球同志被委任到了去奔板这个危险区，所以我们的邱培栋同志就肩上扛起了这个重任，来操导这次的马六甲周选的整个活动。好，那我想问一下，那这次的周选跟上一次的周选，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意思是这样，是我人大家想到的，就是古早一路来啊，大选的时阵，我人就有两张票，我人爱选一个国会议员，选一个州议员。但是这摆呢，这个州选呢，这个选举呢，是选州议员吧路，因为顶个月呢，这个州议会解散了，所以变成我人爱有一个选举。这摆只是选一个州议员，28州议席，我人选出来了，就有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政府呢，就是5年的政府。这个爱予什么人知？因为真侪人误会，伊想这摆的选举嘛，将是补选的款，我选了。等一下明年，还是后年，还是过来一个大选的时阵，这个州过要加选一摆，无是安尼款。这摆是州的选举，伊无是补选。这摆成绩出了，倒一个党赢了是无？伊人就会使做政府。伊做政府就是做5年的政府。讲紧是2021，还是伊赢了，伊做政府咧，伊就要做到2026年。伊无是明年，也是有大选，伊改选，佫是解散，无是安款，所以大家爱弄清楚来哦。因为我听到真侪朋友安哥安弟讲，伊讲即摆袂要紧啦，无去选团啊，应该无问题啦。因为即摆无选，明年大选的时阵，我人佫甲出来投，啊，无是安尼款呢，哦，大家爱弄清楚，是选5年的政府，州政府。哦，这个大家会记哦，爱注意这点。对，所以大家记得，我们这次的周选呢，像刚才我们的
我们刚才所说，就是我们是选五年的州政府 ，OK， 是五年的州政府，而不是补选哈。这次是我们的一个正式的州选，是选五年的州政府。那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哦，我看到我们街上挂满的都是哈拉班的那个旗，对吗？这个党旗，所以哈拉班是我们由哪几个党组成的呢？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在马六甲用这个旗来做选举的吗？嘛，子叔咧，你这问一提出这问题真正好。前几天我去这个巴萨的时阵，有安哥安弟问我，安怎一摆选举无看到好钱的 logo， 无看到好钱的标志了，就爱直接要甲大家解释。伊人真误会，想好钱一摆无出来拍，其实无事哦。也是我人过会记三年前大选的时阵。一阵我人用的伊个标志咧，就是我人叫伊蓝眼睛啊，目睭，有个人叫伊信杯啊，伊个 logo 嘛叫信杯哦，公正党啊，公正党的信杯啊，大家，哦，大家搁会记哦，三年前我人是用公正党的 logo 嘛叫信杯啊，即摆咧，即个大选咧，我人是用哈拉班的即个 logo， 哈拉班的 logo 是安怎咧？哈拉班的 logo 就是安尼款，哦，即摆我人好钱的候选人哦，候选人啊，伊人到时入去到伊的投票站呢，伊的选票就是你爱找的 logo 哦，就是这个哈拉班。这个哈拉班有啥物？爱举近啊，不好人看哦。这个哈拉班哦，爱看清楚啊。这个哈拉班爱会记哦，伊中有一个三角形的 logo 啊，哦爱会记。这是我人这摆用的这个标志啊，哦，这是我人这摆用的标志哈拉班，哦，安怎我人这摆用哈拉班呢？就是因为三年前呢，其实我人就有成立了这个哈拉班，巴加丹哈拉班，但比一阵这个巴加丹哈拉班就是希望联盟啦，这希望联盟一阵注册都无注册到，但比一阵的国政府呢，就有来这个大选来维护注册。所以我人就用公正党的 logo， 也标志啦。过了大选，我人成功注册了这个巴加丹哈拉班这个希望联盟。所以讲起这就是我人的希望联盟的 logo 哦。安哥安弟兄弟姊妹爱会记哦，就是爱用这个选这个，你去这个投票站看到这个 logo， 中央有一个三角形的啊，这就是我人的 logo。这我人爱甲大家解释。因为真侪人佫无清楚，哦，我惊，但是佮会无知，也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即摆个大选呢，即个州选啊，真正特别。古早真侪时候呢，我人去到即个投票站拿到即个票的时阵呢，第一侪是两个名，两个候选人，哦，无是亲囝就是好钱，哦，无是亲囝就是额娘，无是亲囝就是蓝目睭。特别这摆咧无相哦，这摆我会使看到真正侪人出来竞选。我人这摆有这个希望联盟，就是我人的巴加丹咯，佮有这个国政咯，佮有这个国盟，佮有真侪这个独立人士这摆分出来选。所以到时你去的时阵咧，你的票应该是真长了的，有五六个名的有的地方，吼、哦，我将这个你看。这就是伊个申报啦，这是伊个申报，伊个这个申报哦，伊个票到时落入去哦，嘛将这是录用啊，我人个爸爸有，伊个选区有六个人出来选哦，六个人出来选，所以你人到时就爱看清楚，看好好来哦。哈拉班的 logo 哦，就是安尼款，到时落入去，伊个颜色差不多是安尼款，你就爱找哈拉班的 logo。就是中一道有一个三角形，尖尖的三角形，就是爱投这个哈拉班，哦，这些大家都爱注意，因为这摆真正侪人出来选啊，哦，所以大家都爱注意，爱会记哦。对，所以像我们刚才裴栋同志所说呢，这一次我们火箭党呢是
已经跟他们联合了，我们加入了希望联盟，所以我们用的呢是我们这个哈拉办的这个标志 ，OK， 哈拉办的这个标志。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有很多区，甚至有发生了六角战争哈，六角战 ，OK， 六角战，所以我们又有六个选择，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看着看清楚哈，这个哈拉办，然后在那边打一个叉 ，OK，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安迪安克们。好，那另外呢，我想我知道就是我们最近在刷就 Facebook 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年轻的候选人好像变得很多啊，喂，不像以前那样子，哎，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人好钱哦，一路来都给机会这些少年的人啊，少年家、嗯、哦，少年家，所以这摆本是想你会使看我人八个这些候选人啊，有五个，伊人个年纪啊是少过四十岁。嗯，即是我人是真正一个真正少年啊！我人讲，我人个党是一个少年的党啊。少年的。我人予机会予少年家，伊人有兴趣个，有心爱为我人个人民服务，我人就予伊人机会，予伊人出来竞选，予伊人出来选。所以希望大家咧，会使到。十一月二十号，给人一个机会，给人一个，会使给人当选，哦，给人当选，当选了，成为鹿人的这个州议员，会使给鹿人为你们服务。对，就很像刚才我们裴栋同志所说，我们火箭党呢其实是一个很年轻化的一个党，就像刚才他所说，我们这次火箭党的八个席呢，我们有五个席是四十岁以下的候选人哈，有五席是四十岁以下的候选人，其中最年轻的还是本格兰巴杜的 Danish， 今年只有25岁，可是呢相当的沉稳，相当的稳重，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年轻这一代，我们的这群年轻人一个希望，在11月20号的时候出来投票，一定要票投西盟，好不好？记得认着我们的 logo 哈拉办 ，OK？ 一定要票投西盟，支持一下我们这群年轻人。好，那我想问一下，裴东同志，就是你觉得这一次的周选哈，我们不是补选啊，周选啊，跟上一次的周选有什么共同点呢？也相关的物件就是好，我人嗰是我人好钱啦，哦，好钱嗰是甲古早相关。我人爱真正的是为我人的国家，为我人的州，爱为人服务，这是第一重要。哦，爱选的人，你去这个州议会里面，代表人民，去人民呢，为人民讲话，为人民讲话，爱做好的物件，好的政策，来协助我人的人民，也是真正重要。特别是讲起我人看到，因为这个。这个 COVID 的这个病的关系，我们在看到我们马拉加一路来是这个旅游业嘛，旅游业时阵呢，我们看差不多是18个月到20个月，这些人真正辛苦，生意无通做，哦，所以这个选举真正重要，这个选举真正重要，甲逐摆的选举本是重要，所以希望大家。爱呀，认真考虑，也都爱出来投票。对，就很像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后起之秀啊，但是大家我们虽然很年轻，但是我们都一样在用心在打拼，用心在爱表家也呀，我们都用心在打拼，然后我们的前辈都一直在坚持，让我们后辈的这一代有更民主、更开明的一个未来。然后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让我们希望联盟来执政。我们让大家有一个更开明的首长，对不对？我们更开明的首长，让大家看到马六甲是更有希望的。好，那你觉得这一次的周选的挑战会大吗？这摆这州的改选啊，我人挑战是真正大。安怎呢？真侪人问我，伊人有淡薄担心啦。伊讲这摆投票安全无？这是人第一担心的物件，因为这个 COVID 的物件未使买买呢，未使剃头哦。不能够买呢。啊，未使剃头，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人的人命哦，所以人就担心出来投票安全无安全。所以在这边爱加大家解释，这个、选举委员会咧，伊人就做淡薄
SOP 啊，做来加强啦啊，和这个安全措施，就是讲呢，伊讲紧伊的这个你去投票的时阵，伊也要甲你 check 你的这个体温啊，脉搏加测，你爱 scan 脉搏加测 ，scan 了脉搏加测，伊就要甲你 check 你的体温，只要体温伊甲你，伊就互你这个消毒，你的手消毒。那我有个问题要问，这样 MySuggestion 是不是要一定要打了两针才可以去投票呢？不是，不是，不是。你就是讲，你无你无打这个疫苗，你本身会使投票。嗯。哦，伊无讲，特别你无去入去时阵，一定要甲你 check 看你你的温度是偌济。哦，温度也是超过37.5咧，伊就无互你去投票，一定要互你放到另外一边。伊要有，伊要 set up 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是好一款37.5的，伊就可以去旁边的。嗯。啊，伊有另外一个人处理的，伊个人呢，伊要穿啊，这个 PPE 啊，个什么来可以去投票。特别也是你的温度是点个37.5咧，伊就努力去，你到门口等的时阵，伊就你的手伊甲你消毒先，消毒了努力去拿你的票之前。伊过来甲你消毒加一摆，你拿了票，伊过来甲你消毒一摆。你拿了票又投了，投完了你行出来，摸去伊个箱头了，伊过来甲你消毒加一摆。啊，所以伊少少分甲你消毒4摆到5摆，所以大家免担心啦。哦，这个物件免担心，伊有做好这个 SOP。另外呢？这摆因为伊讲伊个人伊卖太过侪人伫一个房间投票，所以咧伊就要分更加侪投即个投票站，甲更加侪即个角色互人去投票。所以古早嘛将即个嘛将国德六十万啦哈。2018年时阵咧，伊是有大概59个房间互人去投票，59个。哦，交涉，我让去投票。这摆咧，伊就增加到72个房间，我让去投票。伊增加的意思就讲，大家房间咧，伊排队的人也要较少咯，因为伊分散了嘛。另外一个咧，古早人投票是8点到5点，这摆投票是8点到5点半，伊加半点钟给你，就是讲，如果有更加长的时间来投票。另外咧，伊即摆咧，伊阁互你，伊还甲你讲啊，你去查的时阵啊，你查的时阵，伊还甲你讲 ，OK， 某咪人，你是伫倒一个学堂投票，倒一间房间投票，伊也甲你讲啊，伊建议互你啦，是讲啊，你2点到4点来投票，或是8点到10点来投票，伊互你建议，哦，建议你人会使倒伊的时间去投票，啊，是你倒伊时间去投票咧？伊个人就无够较少咯，因为一路来投票的时阵呢，伊人是早，我讲一摆，特不时就是安尼啦，早8点什么人就去到排队去投票。特别这摆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时间是8点到10点啊，但如果我睡醒了，我睡迟了，我12点才到，我还可以投票吗？会使，确实会使。哦，可以。伊个是建议何路？就是讲，伊建议予你啊，就是讲 ，OK， 你8点到10点，特别无是常常你8点10点，8点到10点爱去。我不明白，因为有个人，伊一街口的人，一街口有5个人投票，啊是什么5个人时间什么无相，有可能伊就真正无方便嘛。嗯。有可能，因为我相信老人伊是可以去早起。对。甲少年呢，有可能去下晡。啊！你一间厝无理由，伊早起载伊老人去投票，人家去投票，跟对来伊个家己去投票，所以这方面呢，伊是确实会使有你投票，所以大家免惊，因为有人伊做工嘛，因为投票迄工是拜六哦，拜六就无啦，甲真侪人佫是爱做工，所以我讲真正无满意这个选举委员会，伊即摆选就拜六，这是真正不公平的，安怎讲呢？因为这是州的选举，伊无是大选，全国的大选，啊是全国的大选呢？什么人有可能伊人就无做工啊？伊人会使进来投票啊？会使去投票啊？特别这是州的选举，
是你一个马拉加尔，特别真正侪人是徛外埔的，伊人安怎对咱？因为伊的业酒有做工啊，有可能到时先就员讲拜六免做工，马拉加人免做工，马拉加州免做工，特别外埔的人有做工哦。所以这方面呢，我人就吃亏了，这摆我就真正吃亏。所以讲对考生的，就是也是讲你拜六有做工，你做半工，有可能伊建议吼，你是叫你早起去投票。特别不要紧，还是你早起你去做工，你下晡爱去投，本是会使。哦，一个是建议予你，特别你无一定在都爱得，特别也是你爱得咧是第好啦，因为你得了伊个人就无安尼追，相关的时间什么人隔去投票。嗯，好，这样我简单的去，我看来听了这么多哈，我简单的去诠释一下，看有没有讲错哈。就是如果这次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投票，我们去到那个投票站的时候，首先就是你要 scan MySejahtera truck， 然后你的 MySejahtera truck 是不一定要打了两针的，对吗？对。OK， 这样打一针也可以，没有打针可以吗？比赛。没有打针也可以哦、oh, ，OK， 这样这是没有打针，有打针你都可以去投票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你去投票站一定要量什么？量温度，哎，这里量温度 ，OK， 你的温度一定要在 37.5 度以下。37.5 度以下，如果 37.5 以上的话呢，你会被安排到去一个地区吧，一个房间啦，先是一个隔离区。啊，一个隔离区这样子、啊，然后会有特定的人过去照料 ，OK， 总之你的温度一定要在37.5度以下，所以大家记得我们在11月19号晚上，大家一定不要再出去玩啊，就是做其他的娱乐活动好不好？我们就乖乖待在家里睡觉，睡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健健康康 ，OK， 身体温度正常的去投票，这样子才可以进去 ，OK。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进到里面呢，像刚才我听到裴栋同志说，我们的房间不像以前那样是变多了，对吗？像国大拉萨玛那之前就有50多间，这是增加到了70多间，对吗？ 对， 对，所以70多间，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人挤人的那个现象，因为每一间房间的那个国大哈的人数已经被减少了。另外就是我们SPR 还有去分一个时间出来，就是可以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面去投选，或者2点到4点，就是过后会在哪里公布呢？这个你可以网站，在网站 SPR 的网站，或者是你人本身来搞我人啊，合钱本身在搞你查，我人也在帮你查。OK，你也在来我人的这个行动社，我人也在帮你查。哦，你人也在和我人的这个登记号码，你的电话号码，我人也在搞你 check。check 了，我人会使 send 把你给你，所以你就会使知，你是伫倒落投票。伊是用2点钟来做一个标准，就是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2点，2点到4点。对，7点到5点半。所以我们如果你们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去到我们的行动室那里去查询啊。然后如果说比如说你那天的时间是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可是一不小心你睡错觉了，或者是你有工作安排你进不到的话，那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去投票的。你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去投票的，即使你早到或者你迟到都还可以去投票的。那还有另外的就是我还有漏什么了吗？时间等了8点到5点半、嗯、哦，8点到5点半哈、嗯，我们的投票时间是11月20号8点到5点半。对，可是这次我们是没有放假的，对吗？应该到今日一无宣布，一个是无宣布，所以我们不知道。嗯，特别我相信是有可能是无放假的。嗯，所以就无放假，伊就是爱。我看伊做的方式啦，伊就是无想爱路人出来投票啦，嗯、所以伊故意我放到拜六、拜六来投票，哦，应该是放到礼拜吗？就是，特别伊这摆是放拜六哦，嗯，所以我人真正无满意我的做法啦。所以还是鼓励，这里还是鼓励大家啦，就是一定要出来投票。虽然可能时间上的安排会有一点难，可是还是我们这里还是促请大家要出来投个票。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裴栋同志，你还有什么想对镜头面前的安迪安哥或者年轻人想说的吗？安哥安弟兄弟姐妹，这次大选
这个周选啊，是伫11月20号。这个周选真正重要。安怎讲重要呢？因为马来西亚的选举的伊的结果、伊的成绩，伊对我人的国家，就是全国的大选呢，伊会使起有很大的伊的作用。所以即摆这个大选，这个国门甲这个国政啊，伊人就要看这个大选的成绩是安怎。过了，伊人有可能就看这个沙拉瓦，我人的沙拉瓦本身还有选举了。就是伫12月前，伊人爱选举。在个先选举了过了，伊看到这两个成绩是安尼怎，伊人就要看伊人未来伊人爱安怎做。所以这個选举真正重要。哦，马来西亚人一路来，我人的政治智慧都是真贵的。哦，我会记这个1969年，林佳祥第一摆。来到马来西亚，伊拍这个马来西亚市区。迄阵何进是第一摆全面拍啦，啊，即、这个全国的选举，林佳祥赢，马来西亚人给伊一个机会。过了很多年，我人何进，阁是原来的何进，所以我希望大家会使伫11月20号。也就要出来投票。我知道大家本是有担心，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本是怕，我家本有经验，我每天这个出来去丢票啊，去我过这个八个地方啊，见到真多人啊，我本是有担心。特别担心的时阵呢，我人爱做就是爱做好我人的防范措施啊。我人爱戴这个口罩，我讲到这个口罩咧，在万隆埔，我人也要推出这个口罩，到时搬到大街上，大街就爱起来戴，哦，搞人邮票者。OK， 讲白咧，这个就是我人爱顾我人的 SOP， 我人爱我骨力洗我人的手，戴这个口罩，卖甲人失恨啦，暂时讲紧我人无甲你握手啦，无握手拢唔通生气。还有要保持社交距离啊！我人讲话时就可能爱横淡薄，伊个不是因为我人斗，不是斗，是因为我人爱顾路人三个人，我人大家顾来顾去，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我人去投票不放心。啊，你即摆选呢？头先我头先讲个款，我人是选5年的州政府，啊是大家即摆卖出来投票的话啦，无出来投。安款有可能，我人就无啥物机会会使赢。你就予对方的人，佮马里予人做政府，这个是毋是我人爱看到的？这就是我人爱去想。2008，我人选这个希望联盟做政府，州政府啦，做了22年，我人也看到伊人的成绩，我人也看到我人的这个当时的这个首席部长阿德利。做了真正好，所以这摆做咪我人宣布了，也是我人做政府，我人的首席部长，阁是选拔你阿德利扎利，哦，也是阿德利扎利做我人的这个首席部长，我人的首席部长，5年的将来，哦，这个来临的这个5年呢，我人相信，伊会使做甲国家好，做甲国家好的时阵。就是我人就发展啊，就的人民的问题啊，我人就会使5年里面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伫5年里面我来去解决，我来做个第一好好人民。我所以希望大家，我知三个人有可能真正冷啊，这几天我看，拜一提名到今日4天了，肯定啊，我人去到去看有较冷淡薄。特别不要紧，我人也要努力哦。我人过是要努力，我人过是爱骨力去做，骨力去做，骨力甲大家讲，安尼怎什么，做咩一摆安尼重要，我人代表爱出来投票。哦，昨咪这个考生这个选举委员会，伊本是有宣布了，伫外国徛的人，
有以前我人有叫人，我人有叫人，伊去徛外国的人，路人会使做这个啊、游记选民，我人叫人做游记选民，所以游记选民的这个反应不是安尼款好。外路正五百几个人登记做游记选民，徛伫外国的，外国的人民啊，我人是马来西亚人啊，徛伫外国的，外路五百几个人。所以五百几是多少啊？五百几是五百多个人。五百多个人。五百几个人。哦，这么少啊，这次。五百几个人是徛伫新加坡啊，徛伫美国啊，都落伊人有登记讲伊人爱做游记选民，五百几个尔。所以讲真侪伫新加坡做工的，伊人无投票了，伊人分无对呢，因为政府。从美国佬甲新加坡讲好势，29号过了，人家会使啊入来出去方便了。特别到我特别讲投票是20号喎，所以人家就无转来了，真侪无转来投。我人就爱就知道，希望徛伫吉隆坡啊，徛伫马来西亚其他的地方啊，会使转来投票。嗯，哦。所以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裴栋同志、嗯，那如果比如说一个很高龄，来90多岁的老人家，他没有麦斯加车，这样还要怎样进去投票啊？啊，是一无一无这个麦斯加车，伊就像其他的地方款哦，伊要放一个簿件路，伊个是有一个簿件，和你写你名、你登记号码、你电话号码。所以是在现场吗？对，哦，伊就马上你去咖啡店啊。你去咖啡店啉茶，咖啡店嘛是有麦斯加特，叫你用这个手电话来 scan。特别你手电话，你无手电话袂使扫描，伊就要放一个簿件伫兜，一本簿，互你去写你名、你登记号码、你电话号码。啊，佫是相款呢，相款。所以啊，也是阿公阿妈，你无这个手电话不要紧，本是会使投票。所以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智能手机的话，我们就像茶店这样子的，就是用笔来写，用来登记，那样子也是 OK， 也是可以进去投票的，所以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哈。那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次呢，像我们一直重复的，我们这次不是补选，是一个周选，是我们关乎马六甲5年的命运的一个周选，就看大家想不想要一个开明的首长继续来领导我们，想不想要有独中的30多万的拨款，对不对？如果你们想要这些我们这么为一致为民服务的一个党来为大家继续服务的话，这样就一定要投选我们西盟 ，OK？ 投火箭，投西盟等于投火箭，对吗？投西盟等于投火箭，所以这次希望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出来投票，积极的跟你身旁的三姑六婆姨妈姑姐爸爸妈妈全部讲完，我们真的一定要 OK， 一定要出来投票，认着这个哈拉班的 logo， OK， 这里中间一个三角形的呀，认着这个 logo， 我们这次出来投选，我们就投哈拉班，我们希望联盟，我们一起投票投西盟，重振古城。对，好，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线上的人物专访就到这里了，我是彩怡。怪喜彩怡主持人，谢谢大家的收看。感谢大家，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